这次我获得巴克利奖的主要成果呢，就是拓扑菌体研究和在拓扑菌体中发现量子反常化效应。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当然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幸福，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从事基础研究啊，探索物质世界的信心。那么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那么呢，像我们这样的成果这个产生的话，不但反映了经济的进步，同时呢反映了我们的科学研究也逐渐进入世界啊，比如说物理学舞台的中央，也能做出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成果来啊，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一个进步。总书记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基础研究进步呢也是一个方面，我们这样的成果可以说呢从某一个方面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呢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啊，也应该是我们中国物理学家的一个贡献吧。借我获奖的这个非常让人激动的时刻呢，也感谢啊我这个团队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1880年，由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先生发现的反常霍尔效应。那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呢，是一个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版本，这是反映的啊微观世界电子运动的一个新的规律。在2008年，这个我们开始进入拓扑菌体研究的时候呢，这个方向呢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从2008到2013年，接近6年的时间之内。我们这个研究历程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新鲜到艰苦到取得突破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以后呢，当然是呢给我们在做科学研究啊、人才培养方面一个极大的鼓励。在2018-2019年左右，我带领的团队呢，又发现了一个不通过掺杂实现的这种内禀的拓扑菌体，它具有严格的化学配比。在这个材料中呢，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呢，很快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且是在更高的温度下，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材料。另外呢，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提高温度方面也做了一些新的成果，现在我们几乎提高了1到2个量级的样子。下一个科学目标的话，就是争取解决高温超导机理，或者在解决高温超导机理这个方面呢做出我们的贡献。对基础研究、科学研究你不能跳跃，你要把该说需要走的路需要迈的步伐都要扎扎实实的走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不管从人才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条件还有我们的水平呢，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我们中国的基础研究未来呢要着眼于2个点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对世界的科学前沿、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呢，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呢，又要考虑到我们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通过这个基础研究推进，可以诞生一些新的技术、应用技术，可以直接开创我们新的一些产业和一些新的技术这2点呢，我想都要着眼，既面向世界，又呢立足中国。已经60岁了，我呢还是想继续努力沿着这个方向带领着学生呢继续朝着新的科学的奥妙呢发起攻击。